先别说对错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好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一个问题，求你回答我好吗？我已经尊敬的对你说，回答我一道题，可以吗？你说我是哪里对你不好，还是我哪里差，还是哪里不行？你可以随便说，我可以改。但是我有自由的时间呢，我不能没有自由啊，我不能滚在学习身上啊，学习必须老师教好呀，明不明白？我写完作业了，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干完了，难道我娃还有问题吗？难道我娃还有问题吗？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我自己还有问题吗？我9点就睡了呀，我还得玩到半夜。你说我玩什么半夜吗？还看我最近呢，我每天的表扬很好。还如何如何呢？你要邀请我，你要是邀请这样的经纪人都忙不过来，我找爸都忙不过来的呢。还说你给我的压力小，不行，有本事你试试我这个压力。你贷款可以找人借，房租你可以自己赚，也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我自己可以自己写作业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我自己可以睡觉，难道我还需要你吗？我儿子自己能做到自己独立自己生活的话，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最后告诉你一句话。